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يا معشر الجن والإنس إن استطعتم فبأي آلاء ربكما تكذبان؟ الله أكبر الله أكبر. 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أشهد أن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أشهد أن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حي على الصلاة. الله أكبر الله أكبر.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إن 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ستعينه ونستغفره، ونعوذ بالله من شرور أنفسنا ومن سيئات أعمالنا، من يهده الله فلا مضل له، ومن يضلل فلا هادي له، و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حق تقاته ولا تموتن إلا وأنتم مسلمون. يا أيها الناس اتقوا ربكم الذي خلقكم من نفس واحدة وخلق منها زوجها وبث منهما رجالا كثيرا ونساء، واتقوا الله الذي تساءلون به والأرحام، إن الله كان عليكم رقيبا.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وقولوا قولا سديدا يصلح لكم أعمالكم ويغفر لكم ذنوبكم، ومن يطع الله ورسوله فقد فاز فوزا عظيما. أما بعد، فإن خير الكلام كتاب الله، وخير الهدي هدي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وشر الأمور محدثاتها، وكل محدثة بدعة، وكل بدعة ضلالة، وكل ضلالة في النار. في 与伟大的安拉斯巴哈的古兰经在主麻日的学习小别之后，我们接着曾经与大家一起学习的古兰经在主麻日继续与大家进行。伟大的安拉斯巴哈的他呢，在黄牛章当中，古兰经最长也是最伟大的一章经文， 用了很长的篇幅，用各种形态和各种历史讲述了犹太人的他们的习性和他们对安拉苏巴哈诺瓦塔的忘恩负义，他们的违信和他们的背信弃义。安拉苏巴哈诺瓦塔在古兰经黄牛章当中所讲述的 各种各样的或者各个时期的犹太人的历史，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自私、狡诈、背信弃义和邪恶或者恶毒的民族。他们曾经如此，那么古兰经安拉苏巴哈诺瓦塔保护着它流传到了今天。这些历史被今天的人们读及的时候，那么人们再来放眼看今天的世界， 这个民族是否有所好转呢？那么如果在今天，如果人们撇开媒体，撇开由这个罪恶的民族而掌控的宣传媒体，而用真正的人性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民族，他们比他们的历史，比他们的前人更加的恶毒和卑鄙。所以安拉苏巴哈诺瓦塔将他们的历史记载在古兰经当中，让人们铭记 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邪恶的民族，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一个人种，不论他在将来穿上了什么样的外衣，为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广告，穆斯林永远都不要相信他们。所以安拉苏巴哈诺瓦塔在描述他们时说，即使是对尊贵的使者，他们也从未有过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尊重。 安拉苏巴哈诺瓦塔说：“我他描述他们与使者的交往时说，每当一个人证明一个使者能证明他们所有的经典，从安拉苏巴哈诺瓦塔那里来临于他们的时候， 信奉经典的人中，就有一部分人把安拉苏巴哈诺瓦塔的经典抛弃在他们背后，好像他们不知道一样。那么，当安拉的使者能证明
与他们同在的经典，而不是反对他们的经典。这里就告诉人们，伊斯兰的使命的到来，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圣安拉使他们到来）并不是来推翻犹太信仰，或者不是来推翻穆萨阿里斯兰姆所传导的正教，也不是来推翻伊斯阿里斯兰姆所传播的正教，而是证明穆萨和伊斯所传播的都是来自安拉苏巴哈诺正确的信仰和正确的道路时，由于穆罕默德阿里斯兰没有出自他们的民族，所以他们抛弃了他所传播的经典。那么正如谢和阿布德拉曼萨迪拉哈穆哈拉在他著名的经著泰西里克勒米拉哈曼里面تفسير كلام الرحمن من تفسير كلام المنان在这部古兰经注当中，这位学者说 من ترك ما ينفعه ما أمكنه الانتفاع به فتركه ابتلي باشتغال بما يضره ومن ترك عبادة الرحمن ابتلي بعبادة الأوثان ومن ترك محبة الله وخوفه ورجائه ابتلي بمحبة غير الله وخوفه ورجائه ومن ترك أن ومن أنفق ومن لم ينفق ماله في طاعة الله أنفقه في طاعة الشيطان ومن ترك الحق وابتلي بالباطل 这位学者رحمه الله 在解释这一节古兰经时他说伟大的阿拉斯巴哈诺瓦塔拉在宇宙界的禅道在历史上永不变更的规律即是一个人假若他面对自己能从中获益的事情而故意抛弃他时他必定受到从事投身于那些对他有害的事物的考验假若一件事情对人的今生后世有益而人故意抛弃了他那么他必定受到投身于那些对他有害的事物的考验 من ترك عبادة الرحمنUbtliya bi ibadil awthan 谁若放弃了崇拜至人主他必遭受崇拜多神的考验谁若放弃了热爱安拉苏巴哈诺特拉害怕安拉与希望安拉苏巴哈诺特拉他必遭受害怕安拉之外的软弱无能的被造物和希望他们热爱他们的考验谁若不将自己的财富用于服从安拉苏巴哈诺特拉他必遭受将他用于服从恶魔的考验谁若是放弃了真理他必定遭受虚伪的考验所以当犹太人当安拉的使者圣安拉斯兰带着古兰经带了证明与他们存在的经典的古兰经来临于他们时他们抛弃了安拉的使者圣安拉所讲述教授的古兰经离弃了安拉的使者圣安拉斯兰的教导然而就当他们抛弃真理就当他们抛弃崇拜安拉苏巴哈诺特拉抛弃安拉的使者教导的时候安拉苏巴哈诺说وَاتَّبَعُوا مَا تَتْلُوا الشَّيَاطِينُ عَلَى مُلْكِ سُلَيْمَانُ وَمَا كَفَرَ سُلَيْمَانُ وَلَكِنَّ الشَّيَاطِينَ كَفَرُوا يُعَلِّمُونَ النَّاسَ السِّحْرَ وَمَا أُنزِلَ عَلَى الْمَلَكَيْنِ بِبَابِلَ هَارُوتَ وَمَارُوتَ وَمَا يُعَلِّمَانِ مِنْ أَحَدٍ حَتَّى يَقُولَا إِنَّمَا نَحْنُ فِتْنَةٌ فَلَا تَكْفُرْ فَيَتَعَلَّمُونَ مِنْهُمَا مَا ويتعلمون ما يضرهم ولا ينفعهم ولقد علموا لمن اشتراه ماله في الآخرة من خلاق ولبئس ما شروا به أنفسهم لو كانوا يعلمون 伟大的安拉苏巴哈诺特拉就在讲述他们如此抛弃安拉苏巴哈诺特拉的教导抛弃事的教导认知正道之后又背离正道安拉苏巴哈诺特接着说他们遵随了众恶魔对苏里曼的国权所宣读的污蔑言论即告诉人们犹太人当安拉的使者圣安拉所宣读给他们来自安拉苏巴哈诺特拉的神圣的经典他们弃之于脑后之后他们必然遭受追随恶魔的考验当他们放弃了崇拜安拉放弃了听从安拉苏巴哈诺教导他们必定遭受崇拜恶魔和听从恶魔教导的考验所以安拉苏巴哈诺说 وَاتَّبَعُوا مَا تَتْلُوا الشَّيَاطِينُ عَلَى مُلْكِ سُلَيْمَانَ 他们遵随众恶魔对苏里曼的国权所宣读的污蔑言论即在伊斯兰的信仰当中安拉苏巴哈诺告诉了穆斯林们苏里曼阿里斯兰他是历史上在所有的先知使者当中从未有过的一位特殊的使者
所有的先知和使者，他们的身份仅只是先知与使者，而苏利曼他的身份不但是先知使者，同时他还是那个时代的君王。阿拉苏巴哈努特拉授予了他能够管制人类、管制精灵、能够驾驭风这样的能力。所以说他在那个时代，苏利曼在伊斯兰、在穆斯林的信仰当中，他是一位先知使者，同时他也是一位君王。然而当众恶魔为了要迷惑人类，为了要让那些心中有私欲的人任由他们摆布，他们对苏利曼阿里斯兰的国权造谣，他们说到苏利曼之所以获得了无上的权利，并不是因为他是安拉的使者，而是因为他学会了邪术，他学会了魔术，所以他可以用魔术去驾驭精灵，他可以用魔术去改变风的转向、风的吹流向。所以当阿拉苏巴汗和他们追随众恶魔对苏雷曼的国权所宣读的污蔑言论，即苏雷曼是因为学习了魔术之后才用魔术统治了他的时代的国土。然而阿拉苏巴汗他呢为苏雷曼的必要澄清了苏雷曼的清白，说我们卡法了苏雷曼，我来跟那谁要对那卡法路，苏雷曼没有叛教，众恶魔却叛道了。阿拉苏巴哈诺所说，即苏雷曼绝没有因为学习邪术魔术而叛道，然而众恶魔却因为学习魔术和教授魔术而叛道了。所以阿拉苏巴哈诺说：“我们卡法了苏雷曼，我来跟那谁要对那卡法路。”但是众恶魔都叛道了。为什么叛道？有阿里木那那萨西哈拉，他们教人魔术。这节古兰经第一次告诉人们，学习魔术和教授魔术都是库风，不论是人还是精灵，一旦涉及魔术，不论他是求学者或者教授者，都是开封。因为阿拉苏巴汗说我们开发了苏雷曼，苏雷曼没有像恶魔所说的那样学习令人叛道的魔术，但是众恶魔因为教授魔术而叛道了。所以阿拉苏巴汗接着说我们恩泽拉阿拉马勒盖尼比巴比拉哈鲁特马鲁特，他们教人魔术，并将巴比伦的两个天使哈鲁特和马鲁特所得的魔术教人。那么这一节古兰经在谢赫伊布鲁塞米纳拉哈蒙拉和谢阿布德拉哈曼的萨迪他们共同的经注当中并不是这样理解的，他更为准确的或者在两位谢赫的注解当中所理解的这一节古兰经并不是并将巴比伦的两位天使所获得哈鲁特和马鲁特所得的魔术教人，而是他们追随众恶魔对苏雷曼的国权所宣读的污蔑言论，苏雷曼没有叛道，众恶魔却叛道了。他们教人魔术，并追随巴比伦的两位天使哈鲁特和马鲁特所获得的魔术，也就是魔鬼们或者犹太人们，他们并不是因为教授了巴比伦的两位天使所教人的魔术而叛道，而是因为他们追随了这一魔术而叛道。紧接着，伟大阿拉苏巴哈诺在这里讲述了他们的境界，说他们在教授任何人之前，我们有阿里曼尼米纳哈丁哈塔也古勒因那么那哈努费纳顿法拉特福。那么这两位天使在巴比伦，阿拉苏巴哈诺他呢派遣了两位天使，一个叫哈鲁特，一个叫马鲁特，他们在巴比伦地区与人同时相处。然而阿拉苏巴哈诺他呢让他们带着魔术到来，为了要考验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选择正道还是选择邪道。然而阿拉苏巴哈诺他呢接着描述他们说，他俩在教授任何人之前，即巴比伦的两位天使哈鲁特和马鲁特，他们在他将他们用以来考验世人的魔术教授给任何人之前，他们必说 إنما نحن فتنة فلا تكفر， 我们只是考验你们，故你们不得不要叛道，我们只是考验，故你们不要叛道。这节古兰经第二次说明学习魔术是库夫。有巴比伦的两位天使说 إنما نحن فتنة فلا تكفر， 我们只是考验，故你们不要因为向我们学习魔术而叛道。所以在此伟大的安拉苏巴哈努瓦塔拉，他或许会用罪恶来考验人，更有甚者安拉苏巴哈努瓦塔拉或许会使人意欲犯罪，会使罪恶
成为容易的，会让人铺垫好犯罪，会为人们铺垫好犯罪者各犯罪的各种各样的sabab。然而穆斯林作为信仰阿拉苏巴哈努的普民，应该时刻警惕，时刻警惕的是，当阿拉苏巴哈努他将犯罪的sabab为你铺垫好时，你却沉迷于其中。所以正如这一点，阿拉苏巴哈努他让巴比伦的两位天使去教给人们魔术，以此来考验人们，为人们铺垫好了库弗鲁的塞巴布。然而如若不是真正信仰阿拉苏巴哈诺他的人，或者如若心中有病的人，那么他们自会认为，既然如此，那他们应该去学习，或者既然如此便利，那无妨去学习。所以在穆斯林的今天当中，人们会发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往往很多时候罪恶的塞巴布让人垂手可得，每一件罪恶伸手就可得到，往往罪恶的各种塞巴布不需要人去努力。伟大的阿拉苏巴哈努特拉为了要考验人的信仰和信念，让人身边总是充满着便于犯罪的这些途径。然而一旦人涉身于其中，那么他就会堕落于罪恶或者库弗当中。所以阿拉苏巴哈努说，他俩在教授任何人之前必说，我们只是试验，故你们不可叛道。那么恶魔们谁断也教授人魔术，巴比伦的两位天使也同样教授人魔术，他们的区别在于什么呢？恶魔教授人魔术，目的是为了要让人迷雾，背叛阿拉苏巴哈努特拉，而遭到阿拉苏巴哈努特两世的弃权。而巴比伦的两位天使奉阿拉苏巴哈努之命来教给人们魔术，那么他的目的是为了考验人们，但是阿拉苏巴哈努考验阿拉用任何一种罪恶考验世人都有一个原则，他一定会告诉你这就是罪恶。所以阿拉苏巴哈努他用酒来考验穆斯林们，用猪肉来考验穆斯林们，用利息来考验穆斯林们，用撒谎来考验穆斯林们，用各种各样的罪恶来考验他的仆民们。但是每一件罪恶阿拉苏巴哈努都告诉你这是罪恶，如若你犯那就怎样。所以这种阿拉苏巴哈努特拉在将阿达林斯莱姆和他的妻子共同进入乐园时，阿拉苏巴哈努说，你俩可以随意吃其间的果实，但是不要接近这棵树，否则你们就会变成不义的人。所以阿拉苏巴哈努特拉也会用罪恶将他展现给他的仆民们，甚至让他的仆民们容易去犯罪，为他们铺垫好各种各样罪恶的因素。然而安拉苏巴哈诺特拉同时一定会告诉他的仆民们，每一种罪恶安拉都会告诉他信仰他的人们，这是罪恶，你们不要接近他，否则将会如何。而恶魔同样教人罪恶，而他们教人罪恶时却说，这是正义，这是正道，这样做你将会得到善报，与安拉苏巴哈诺特拉所教授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同样这种阿达林斯莱姆在乐园当中，安拉苏巴哈诺特禁止他去接近那棵树，告诉他说，你们俩可以随意吃其中的果实，但是不要接近这棵树，否则你们就成为不义的人。而当恶魔的引诱到来时，恶魔对阿达林说，安拉苏巴哈诺特禁止你吃这棵树，目的是为了不想让你在乐园当中永恒，只要你吃了这个树的果实，你们俩就能在乐园中永恒的逗留。所以恶魔轻信，所以阿丹轻信了恶魔的话。因此在这里阿拉苏巴哈努特拉用这样的文字，这样的经文告诉人们，恶魔也教人罪恶，阿拉苏巴哈努特拉有的时候也会用罪恶来考验他的仆民，但是恶魔教人罪恶的时候，他会将罪恶指为善行，将邪恶指为正义，将迷雾曲解为正道。而阿拉苏巴哈努特拉用罪恶来考验人时，却清楚明白地告诉你，这是罪恶，如若你犯必遭惩罚。正如这节古兰经，那么众天使，两位天使奉阿拉苏巴哈努之命来向人们以魔术教授魔术来考验世人时，他们说，我们只是考验，你们不可叛道，就你们不要因为向我们学习魔术而叛道。然而结果是怎样呢？阿拉苏巴哈努接着描述说，فَيَتَعَلَّمُونَ مِنْهُمَا مَا يُفَرِّقُونَ بِهِ بَيْنَ الْمَرْءِ وَالزَّوْجِ وَمَا هُمْ بِضَارِّينَ بِهِ مِنْ أَحَدٍ إِلَّا بِإِذْنِ اللَّهِ。 然而尽管两位天使如此教导他们，如此警告他们，然而
他们就从他俩学习了可以理解夫妻的魔术。尽管两位天使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做是枯否，就学习这些魔术是枯否的，遵从这些魔术是枯否，然而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宁愿选择枯否而不愿意选择信仰，他们明知道这是枯否而还要再去从事枯否。所以说阿拉苏巴哈努用这样的经文就告诉了那些学习魔术的人，他们对自己再无任何借口，因为魔术传播之初，阿拉苏巴哈努的就让两位天使明确地告诉人们，这样的魔术是库弗的原因，不要来亲近他。然而人们还是选择了这些魔术，于是当阿拉苏巴哈努说，他们就从他俩学了可以理解夫妻的魔术。这节古兰经就告诉人们，魔术确实存在，在人世间确实有邪术存在，并且可以使骨肉分离，可以使夫妻反目。那么阿拉苏巴哈努说，他们就从他俩学了可以理解夫妻的魔术。假若任何一种邪术他连夫妻都能理解，那么他可以理解任何一种感情。人世间再没有比夫妻的感情是更稳固更牢固的。所以阿拉苏巴哈努和他俩说，我加勒贝纳胡玛玛我德腾我拉玛，在讲述夫妻的情感时，阿拉苏巴哈努说，我在他俩中间安置了怜爱和慈悯，让他们俩相互怜爱相互慈悯对方慈爱对方。所以在人世的感情当中，没有比夫妻的感情更为紧密也更为持续更为长久的。然而邪术的可怕，即使这样稳固的感情，他同样可以用魔术使其离间。然而阿拉苏巴哈努他呢在讲述邪术的存在之后接着说，阿拉苏巴哈努说，我们很比达利那比米那哈丁的伊拉比伊丁拉，然而作为有限的人们永远不需要害怕，因为安拉苏巴哈努说，但不得安拉的许可，他们绝不能用魔术伤害任何人。那么这就告诉人们，一个人即使他学习了魔术，魔术不得安拉苏巴哈努的许可，他也不能伤害任何人。那么也告诉这些有限的人们，抵御魔术最好的方法托靠安拉苏巴哈努他了，如若遭到了魔术之害，那必是蒙得安拉的允许，安拉意欲考验遭受魔术之害的人，否则任何人都伤害不了他。所以安拉苏巴哈努在这节古兰经中就明确地告诉穆斯林们，任何一件事情不论他的塞百步多么强大，不得安拉苏巴哈努的许可，塞百步都产生不了任何的作用，因为在人世间没有塞百步能够独立产生作用和产生结果的。任何一种塞百步不论它作用怎样强大，它必蒙安拉苏巴哈努的许可之后，它才能产生结果和产生作用。所以安拉苏巴哈努说，但不得安拉的许可，他们绝不能用魔术伤害任何人。紧接着阿拉苏巴哈努再来讲述他们所学的魔术是怎样的，我也他勒木那么要多如红我的养法红我的我的阿里木那么你是他老虎妈的虎飞阿赫拉提明赫拉高。阿拉苏巴哈努他接着讲述说，他们学了对自己有害而无益的东西，他们却已知道谁购取魔术谁在后世绝无福分。阿拉苏巴哈努讲述这些人们说，他们学了对自己有害而无益的东西。那么犹太人他们的第一个或者说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时时向今天的穆斯林们所展现出的一个恶劣的品质一个恶劣的品性，即他们往往不像穆斯林那样弃恶从善，而是弃善从恶。阿拉苏巴哈努特拉往往将正道将善良善行交给他们，然而他们在理解和明白甚至遵循一段时间之后，抛弃了正义抛弃了善行而追随邪恶。所以这种阿拉苏巴哈努的这些古兰经说，他们学的对自己有害而无益的东西，他们从来只会去选择那些对自己有害而无益的东西，他们从来在邪与正在善与恶的选择时，他们只会选择恶只会选择邪。所以阿拉苏巴哈努对他们说，他们却也知道谁购取魔术谁在后世绝无福分，即告诉这些人们，阿拉苏巴哈努说，他们却已知道，也就是他们学习魔术并非因为无知，他们知道谁学习这样的魔术谁在后世绝无福分，然而他们还是学习。
所以说阿拉斯巴哈呢在这个古兰经中，他们却已知道谁购取魔术，谁在后世绝无福分。然而正如谢黑布努特米呢拉姆胡拉说，曼勒米亚扎里勒那是一本非杜尼亚胡勒米亚扎里勒胡勒胡那是一本名人阿赫拉，谁若没有将他的今世的一部分奉献于阿拉斯巴哈呢，阿拉绝不让他得享后世任何的份额。就谁若不将自己今世的一部分奉献给安拉斯巴哈诺特拉，安拉绝不让他得享后世的任何一份福泽。那么所以说穆斯林由此就可以来反观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人生，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是否有一个份额，不论是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知识、你的感情，还有你的财富、你的家庭，是否有一部分是用于奉献于安拉斯巴哈诺特拉呢？如若有，那么或许能蒙得阿拉斯巴哈诺特拉在后世也给你一份后世的恩泽；如若没有，那么就是谢赫布努塞米呢，拉姆拉所说，谁若在今世中没有用自己的一个份额来敬献阿拉斯巴哈诺特拉，那么阿拉也不会在后世给他设置任何份额。所以说，紧接着阿拉斯巴哈呢接着描述他们说。ولقد علموا لمن اشتراه ماله في الآخرة من خلاق ولبئس ما شروا به أنفسهم لو كانوا يعلمون. 他们只以此出卖自己，这代价真恶劣。假若他们知道，必不肯学。然而他们学习了魔术，即告诉人们，他们犹太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或者什么是对自己有害的。那么在延伸，不仅仅是犹太人，任何一个犯罪的人，任何一个违抗安拉苏巴哈诺的人，他都是无知，不知道，不懂得什么是对自己有利，什么是对自己有害。假若他知道，因为违抗安拉苏巴哈诺的瓦塔拉而给他带来今世的考验和灾难，而给他将给他带来的后世的灾难的话，那么或许他宁可失去今世的一切，也不愿意去违抗安拉苏巴哈诺的。所以这里阿拉斯巴哈诺说，这代价真恶劣，他们只以此出卖自己，这代价真恶劣，假若他们知道，必不肯学。然而他们学习了，那么同时也告诉所有的穆斯林们，如若一个人自认为他通过犯罪违抗阿拉斯巴哈诺他或许可以得到他所期望中或者他所追求的事物，那么我们说，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许你因为违抗阿拉苏巴哈诺特拉，你是得到了你所想象中或者你的目标或者你所追求的事物，然而因此你也失去了阿拉苏巴哈诺特拉更多的慈悯，在今世和在后世。所以说你违抗阿拉苏巴哈诺一次，或许你能满足你自己的目的或者实现你自己的目的，然而与此同时，或许阿拉苏巴哈诺特拉本欲赐予你的更多的恩泽，就因为你的罪恶而停止了。或许阿拉斯巴哈诺特拉本欲在后世给你的慈悯，就因为你的罪恶而取消了。那么所以说，作为穆斯林，任何时候应该有的一个信念，违抗阿拉绝不会给人带来幸福，这是永恒不变的信念，这是永恒不变的原则。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时代，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当中，永远不变的原则，伊斯兰的信仰，违抗阿拉斯巴哈诺特拉永远只会给你带来灾难，在今世也是灾难，在后世也是灾难。即使你因为这一次违抗阿拉斯巴哈诺特拉而感受到了私欲的满足，或者自认为自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然而其后必定是来自阿拉斯巴哈诺特拉无穷无尽的考验，越是你违抗阿拉斯巴哈诺特拉这样的考验越不会终止。所以如若人们追求今世的福泽，追求今世的财富，如若以违抗阿拉斯巴哈诺特拉为前提，那么他所得到的有限的这一点财富的同时，他失去的是更多的来自阿拉斯巴哈诺特拉的慈悯。所以说穆斯林永远不能改变这样的信念，不论是他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当中，都永远不要去妄想或许罪恶能够便于他行事，或许罪恶能够给犯罪或者违抗阿拉斯巴哈诺特拉能够给他带来今世的利益，或许用违抗阿拉斯巴哈诺特拉能够给他创造财富，或许违抗阿拉斯巴哈诺特拉能够给他带来幸福，或许。那么永远不要为恶魔打开这样的诱惑之门。任何一个穆斯林永恒不变的信念，违抗阿拉永远只会带来祸患，违抗阿拉斯巴哈诺特拉只会减少阿拉对我们的慈悯，而绝不会增加阿拉斯巴哈诺特拉对我们的恩惠。
所以或许你违抗那一次而得到了你所希望的目的，或者达到了你所希望的目的，那么你因此而失去了更多安拉斯巴哈诺德拉本欲赐给你的。所以安拉斯巴哈诺德拉克扣人的给养的第一三百步，就是因为人们用犯罪去追求安拉斯巴哈诺德拉的给养。就安拉斯巴哈诺克扣人们的第一个给养，克扣人们的给养，让人们遭受今世生活当中窘迫的第一个三百步，就是因为人们往往用犯罪的手段去追求安拉斯巴哈诺在今世已经为人注定了好了的恩惠。所以这种安拉的使者桑巴拉曾经说，安拉斯巴哈诺他为人所注定的给养，他在寻找人比人寻找他更为迫切，所以你们应当优美的去追求，不要不择手段，不要不惜违抗安拉斯巴哈诺他，否则你永远记住不变的信念，违抗安拉只会让安拉斯巴哈诺他减少对我们的慈悯和恩惠，在今世也是如此，在后世更是如此。所以安拉斯巴哈诺他描述他们说，假若他们知道，他们必不肯学，然而他们不知道，也告诉所有同学习古兰经的人们，谁若犯罪，那么谁必是无知者。因为他正是因为不懂得罪恶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所以他胆敢用罪恶去满足自己的私欲，他胆敢用罪恶去追求财富，他胆敢用罪恶去追求名利，他胆敢用罪恶去使自己的事业一帆风顺。然而如若他知道，他必定不会这样做。紧接着安拉苏巴哈诺他接着描述说，安拉苏巴哈诺他在讲述了这些犹太人抛弃安拉斯巴哈诺正道，抛弃使者桑巴拉的教导，而追随恶魔的邪道之后，尽管他们一再的触犯安拉斯巴哈诺他的法律，一再的因为学习魔术或传播魔术而触犯了库夫，然而安拉斯巴哈诺宽宏和慈悯仍然为他们开放。安拉斯巴哈诺紧接着说：“我若安那们阿曼努，我特高勒玛苏巴图明安迪拉，海伦罗卡努亚勒穆。”安拉斯巴哈诺他说：“假若他们信仰，而且敬畏，那么从安拉那里降下的报酬必是更好的。假若他们知道。”对于犯罪者还有什么样的安慰，还有什么样的鼓励比这样的语言更能让他悬崖勒马呢？假如阿拉斯巴哈诺的这样的安慰和这样的鼓励，这样的许诺都不能让一个人在罪恶面前止住自己罪恶的脚步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注定阿拉斯巴哈诺的依然他在今世深陷于罪恶，在后世深陷于火狱当中。正如谢赫们的甘伊姆拉哈姆拉在解释古兰经说，在那日他们将入熊熊燃烧升起的烈火，那火狱是能升到人的心上的，那烈火是能升到人的心上的。讲述那些在今世犯罪的人们后世坠入火狱时说，他们必定入那烈火，而那烈火是能升到人的心上的。伊布努甘伊姆拉哈姆拉在解释这些古兰经时说，假若一个人如果在今世古兰经不能使他的心软化，阿拉斯巴哈诺特拉就在后世用火狱的烈火来烧化他的内心。所以阿拉斯巴哈诺特拉在这里对这样犯罪的人，一再的触犯库夫的人们，阿拉斯巴哈诺特拉也在给他们最好的机会说，假若他们信仰，那么不管是谁，如果不论你犯了怎样的罪恶，不管你如何违抗阿拉斯巴哈诺特拉，你都记住这样的古兰经，假若你愿意悬崖勒马，认真正的信仰阿拉斯巴哈诺特拉，并且敬畏阿拉斯巴哈诺特拉，那么阿拉并不会克扣你所得到的，或者会让你本应得到的而与你失去让你失去，而是假若他们信仰并且敬畏，那么从阿拉那里降下的报酬必是更好。假若你真正的信仰，真正的敬畏阿拉斯巴哈诺特拉，非但不会使你本应得到的失去，而且会使你得到更多来自阿拉斯巴哈诺的报酬，比你用罪恶去得到的更好、更多，也更长久，而且还有后世让人永恒的恩泽。阿拉斯巴哈诺，所以说那必是更好的。假若他们知道。然而如若在罪恶前不愿意悬崖勒马，如果用罪恶去铺垫自己的财富和成功之路的人们，那么他们永远不知道他的罪恶让他失去了多少安拉苏巴哈诺特拉本欲给他的恩惠。
所以往往人们为蝇头小利，为因为违抗阿拉苏巴哈诺特拉而得到的微不足道的一点利益而迷失了自己的眼睛，迷失了自己的信仰。然而他不知道，假若他以服从阿拉而去行事，他将得到多么美好的报酬，他将得到持久的恩泽。那么所以往往很多人们由于急不可耐，受魔鬼的诱惑，所以用罪恶去寻求安拉苏巴哈诺特拉已经注定好了给他们的恩泽。所以安拉苏巴哈诺说，假若他们信仰而且敬畏，那么从安拉那里降下的报酬必是更好的。假若他们知道，他们必以信道，然而若他们仍未信道，仍未敬畏，那么就说明他们本不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有利的，什么是对他们有害的。安拉苏巴哈诺特拉在讲述完犹太人的历史之后，在古兰经当中第一次用信士们啊这样的口气在召唤了穆斯林们。安拉苏巴哈诺说，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لا تقولوا راعنا وقولوا انظرنا واسمعوا وللكافرين عذاب أليم。安拉苏巴哈诺特拉第一次在古兰经当中用这样最有古性、最有关带、有着关切、慈悯和怜爱，同时鼓的召唤了牧民们。阿拉斯巴哈诺第一次在古兰经中召唤牧民说，耶恩尤哈勒蒂呢艾曼努，说信士们啊，信仰安拉的人们啊。而怎样呢？阿拉斯巴哈诺他呢在这一次召唤当中对他的普民说什么呢？古兰经当中第一次召唤信士们，阿拉斯巴哈诺他呢将用这个召唤来教导信士们什么？正如圣门弟子们说，当你听到阿拉斯巴哈诺在古兰经中说耶恩尤哈勒蒂呢艾曼努信士们啊的时候，暗随兔你们就立刻沉默静听，因为他要么是来自安拉斯巴哈诺的命令，要么是来自安拉斯巴哈诺的禁令。所以大家听听，如果有限的人们，安拉斯巴哈诺他在这第一次召唤之后告诉人们什么呢？لا تقولوا راعنا وقولوا انظرنا，你们不要对使者说 راعنا，你们应当说 انظرنا，你们不要对使者说 راعنا，但是你们说嗯不如呢，那么什么意思？因为在安拉的使者桑德浪的时代，拉伊呢这个词有两种理解。犹太人曾经来跟安拉的使者桑德浪谈话的时候，他们说，穆罕默德啊，拉伊呢如何如何，穆罕默德啊，你教导我们吧。而拉伊呢这个词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把它理解为动词和名词的组合，拉伊呢，拉伊和那的组合，它的意思是你照顾我们吧，你关照我们吧。那么这是圣门弟子们所指的意思，而它有另外一层意思。假若把它连成一个名词 ra'in， 那么它的意思就改变为愚蠢、蠢货的意思。而当时犹太人们每当来跟安拉的使者桑德拉斯的谈话时，他们就说穆罕默德 ra'in， 他们所指的是穆罕默德，你这个蠢货啊，乌兹比拉。然而穆斯林们说亚拉苏拉拉 ra'in， 说的是主的使者啊，求你关照我们吧。然而阿拉苏巴哈诺特拉当知道犹太人这样邪恶的用心时，告诉穆斯林们不要像他们一样说话，你们不要说拉伊呢，你们把文字改成恩泽罗呢，也是你关注我们的意思，但是不要用同样的文字让犹太人对你们的教门、对侮辱你们的使者、侮辱你们的教门有机可乘。那么这节古兰经教导穆斯林们最大的一个哲理，即阿拉苏巴哈诺特拉在古兰经中第一次召唤信士们的时候，禁止信士们去模仿异教徒，不论是在语言当中还是在行为当中。第一次召唤信士们，禁止他们去模仿异教徒，这告诉人们什么？第一次古兰经中出现耶和华的名，阿门路信士们啊，然而对信士们的教导却是禁止他们去模仿犹太人或任何一种异教徒。他们说什么你们不要跟他们一起说，他们做什么你们不要跟他们一起做。那么既告诉穆斯林们，更深层的告诉信士们，你们信士们，你们的语言应该是独立的安拉所喜爱的语言，你们的行为应该是独立的安拉苏巴哈诺特所喜爱的行为，不要去模仿任何一个不信仰安拉苏巴哈诺特民族的语言，也不要去模仿他们的行为。所以说阿拉苏巴哈诺在这节古兰经中明确地告诉穆斯林，有信仰的人们，有信仰的人就不应该去模仿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
他们的语言和行为都是独立的接受阿拉斯巴哈诺特的教导，不以任何环境为标准。他不会因为他生在某一个国家而去学着这个国家的语言，不顾教门是否允许。他不会生活因为他生活在某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而去学习这个特殊环境的不符合教门的语言。所以说这里阿拉斯巴哈诺第一要告诉有信仰的人们，不要去模仿那些违抗阿拉斯巴哈诺的或者不信仰阿拉斯巴哈诺的人们。第二，告诉有信仰的人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语言或者任何一种失误，让那些伊斯兰的敌人们对伊斯兰的信仰和教门有机可乘，大肆诽谤。就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口误，不要因为我们自己语言的不得当或者行为的不得当，给那些伊斯兰的敌人们留下口实，让他们借之来诽谤我们的信仰和教门。所以阿拉斯巴哈诺说，你们不要对使者说拉埃纳，你们说俄鲁纳，即不要像犹太人一样说话，你们穆斯林像穆斯林一样说话，像穆斯林的信仰一样独立的说阿拉斯巴哈诺特拉所喜欢的话。紧接着伟大的阿拉斯巴哈诺说，我是马乌，你们应当听从，即你们应当听从阿拉斯巴哈诺特拉古兰经的教导，你们应当听从阿拉的使者说拉拉和圣人们的教导。我的卡菲利纳的穆乃林，不信道者将受痛苦的刑罚，即谁若不听从，那么他必沦为不信道者。不听从阿拉斯巴哈诺特的教导者，不听从阿拉的使者桑拉拉的教导者，那么这样的人无异于卡菲尔，也就不听从或者违抗阿拉和使者的命令者，那么这样的违抗无异于卡菲尔，而卡菲尔必受痛苦的刑罚。所以阿拉斯巴哈诺特紧接着说，مَا يَوَدُّ الَّذِينَ كَفَرُوا مِنْ أَهْلِ الْكِتَابِ وَلَا الْمُشْرِكِينَ أَنْ يُنَزَّلَ عَلَيْكُمْ مِنْ خَيْرٍ مِنْ رَبِّكُمْ وَاللَّهُ يَخْتَصُّ بِرَحْمَتِهِ مَنْ يَشَاءُ وَاللَّهُ ذُو الْفَضْلِ الْعَظِيمِ。 阿拉斯巴哈诺特在上一节古兰经当中告诉人们，有信仰的人不应该在他的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层面去模仿卡菲尔，尤其是当这样的模仿会给他们他自己的教门带来损害，或者会让别人以这样的模仿为借口来伤害穆斯林的教门时，那么从这一点就告诉人们，一件合法之事假如他一旦成为非法的途径，他也同样会成为非法。正如Sheikh Abdul Rahman萨迪所说，一件本来本身许可的事物假如他一旦会导人进入非法，那么他同样也将称之为非法。正如拉伊呢，本身这个词是合法的，但由于他会导人进入跟犹太人一样的这样的语境，所以阿拉斯巴哈诺禁止了他，让他成为非法，不允许穆斯林再说。那么如若本身合法之物，如若他一旦成为非法的途径，那么伊斯兰就禁止他，那么本身非法的更不太对。所以正如阿拉的使者算了那么在在阿哈姆的传自伊本乌马尔的事情当中说，阿拉的使者算了那么说，不爱斯图贝内的萨尔比塞夫，阿拉的使者算了那么说，我在末日来临之前奉命与人们奋斗，哈塔与阿巴达拉胡瓦哈达胡拉沙利克拉，直到独一无二的阿拉斯巴哈诺特拉受到人们的崇拜。我住在那里斯给他的论理安排，我的给养我的生计就被设定于刀光剑影之中。然后阿拉的使者桑拉诺紧接着说，我住在那里谁若违抗我的命令，他必遭受卑贱。我们他什巴比高明发火命的红，谁模仿一个民族，他与他们同类。所以阿拉的使者桑拉诺在这段经中更明确地说出阿拉斯巴哈诺特拉用这节古兰经所要教导穆斯林们的。然而不仅于此，阿拉斯巴哈诺特拉接着再来告诉人们，为什么他要禁止有信仰的人们去模仿卡菲尔，模仿穆斯林多神教徒，模仿有经信仰信奉经典的基督和犹太。因为阿拉斯巴哈诺接着说，مَا يَوَدُّ الَّذِينَ كَفَرُوا 不信道者，信奉贴金的和以物配主的，都不愿意任何福利从你们的主降于你们。安拉把他的恩慈专赐给他所抑郁的人，安拉是有宏恩的。为什么安拉斯巴哈努特拉要禁止穆斯林有信仰的人去模仿那些卡菲尔和穆斯林，原因就是因为安拉斯巴哈努特拉告诉他们说，不信道者不论他是信奉贴近的基督犹太还是以物配主的多神教徒，都不愿有任何福利从你们的主降于你们。他们不论说什么不论做什么
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穆斯林们遭受灾难，穆斯林们居于人后，落于人后，穆斯林们遭受耻辱，遭受他们嘲弄，甚至遭受他们的杀戮，他们才会心满意足。所以这位Sheikh Ibn Uthaymeen Rahimahullah所说，假若多神教徒他们有能力阻止让穆斯林不要得到雨水，他们必定不会让穆斯林得到一滴甘露。假如看到了有能力阻止不让穆斯林得到雨水，他们必定阻止穆斯林让不要不让他们得到一滴甘露。所以说不论穆斯林得到任何一种恩惠，都是卡菲尔和穆斯林所不愿意的。为什么？因为认主独一和多神崇拜从来就不两立，信仰和不信从来就不两立。安拉斯巴哈诺特拉明确地告诉人，不论他与你是怎样的关系，或者他表面如何奉承，如何与你亲近，那么根本的内心当中，他必定希望你遭受到他所期望的灾难。所以安拉斯巴哈诺特拉用这节古兰经揭示了卡菲尔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揭示了他们对穆斯林的最根本的立场，都不愿意有任何福利从你们的主降于你们，不论是教门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学术上的任何一个方面，只要穆斯林进步，他们必定因之而愤恨。但是阿拉苏巴哈诺特拉安慰他的普民们说，安拉把他的慈恩专赐给他所抑郁的人，即告诉他的仆民们，安拉苏巴哈诺的慈恩只归安拉掌管，不是希望者可以带到达到，不是想喜欢者就可以带降临也使他降临，也不是仇恨者可以阻挡得了。所以安拉苏巴哈诺说，安拉苏巴哈诺的安拉苏巴哈诺的确是有宏恩的。正如在正确的圣经当中，安拉的使者（拉哈斯勒）曾经说：“我阿勒勒安那勒乌玛特勒乌吉特马乌阿勒安扬法乌卡比谁因勒姆扬法乌卡伊拉比谁因巴德卡塔巴胡拉胡勒卡，我勒乌吉特马乌阿勒安扬杜鲁卡比谁因勒姆扬杜鲁卡伊拉比谁因巴德卡塔巴胡拉胡阿勒伊卡。”撒哈乌尔巴尼在谁和尔巴尼将其考证为正确圣训的圣训当中传述，安拉的使者桑拉拉瓦桑拉们安慰穆斯林们，不要惧怕任何人的仇恨，不要惧怕任何人的冷漠，始终相信恩惠绝对只来自安拉苏巴哈诺特拉，而且只来自独一的安拉苏巴哈诺特拉，任何喜欢你的人不能给你带来恩惠，任何仇视你的人也不能阻挡你本应得到的恩惠。正如阿拉的使者桑拉拉的这段时间当中所说，你当知道，假若整个人类共同联合起来因为你谋一心的福利，除阿拉斯巴哈诺特拉以为你注定的福利之外，他们都不能再有益于你一丝毫。你当知道，假若整个人类共同联合起来欲损害你一丝毫，除阿拉的阿斯巴哈诺特拉以为你注定的伤害之外，他们绝不能再损害你一丝毫。أقول قولي هذا أستغفر الله لي ولكم ولسائر المسلمين فاستغفروه إنه هو الغفور الرحيم البر الكر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أفضل الصلاة وتم التسليم على نبي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عباد الله صلوا وسلم على نبيكم الكرام خاصة في هذا اليوم يوم الجمعة وقا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أكثر الصلاة علي يوم الجمعة اللهم صل على محمد وعلى آل محمد كما صليت على إبراهيم وعلى آل إبراهيم ربنا إنك حميد مجيد وبارك على محمد وعلى آل محمد كما باركت على إبراهيم وعلى آل إبراهيم ربنا إنك حميد مجيد اللهم أعز الإسلام والمسلمين اللهم أعز الإسلام والمسلمين اللهم أعز الإسلام والمسلمين وذل الشرك والمشركين ودمر أعداءك أعداء الدين اللهم ردنا والمسلمين إلى دينك ردا جميلا اللهم أرنا الحق حقا وارزقنا اتباعه وأرنا الباطل باطلا وارزقنا اجتنابه ربنا لا تزغ قلوبنا بعد إذ هديتنا وهب لنا من لدنك رحمة إنك أنت الوهاب ربنا آتنا في الدنيا حسنة وفي الآخرة حسنة وقنا عذاب النار أقيموا الصلاة.